属他的人，属他的教会，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祷告，天父，
我们心存感恩，我们教会众同工能够相聚在一起，一同来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我们一同来享受主里面的平安喜乐，团契沟通。我们感谢你这几天经历你同在的恩典，帮助我们继续能够心存主你自己的爱，能够为着你的国度走向万民。谢谢你为陈师母，你给他在地上美好的生日的时间，我们求主你继续让他身体强健，未来的日子继续能够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。为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爱心献上感恩，求天父你报答。我们同心献上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好，师母，谢谢。